老宋是内行，成立一间牡丹堂子公司，后头是织田雪，感受叫林静。我甲织田雪是清清白白，我真正是想要照顾伊尔。你爱照顾人是优先，直接走，跟你无关系噶。我对邱文琪，这台湾重要是一支啊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喽，按时备电。天之娇女，灰夜乌拉，超有力小沙发。老总真够做生意，伊无经过你的温存，私底下用拳头做暗号，成立一间牡丹堂的子公司，所有茶价拢立伊的那底啊。爸，你是咧讲啥？啥物人欧康何止闹出去？我做牡丹堂，你敢要甲我开除？什么鬼混啊！妹啊，你面色青顺顺，啊这报告到底啥啥？是Ken姐私底下有提到织田雪 DNA， 伊提起甲其他 DNA 做比对，结果无符合。这就表示讲哦，织田雪是齐昌的查某囝。我即马手来了，阁有一支会当拍开彭启明家的消息啊！我阁有可能无好好利用彭启明，重新登去织田集团的机会啊！即马大计嘛伫，你上好解释清楚。谁人发生这种代志？阁退来啦！谁啊？织田雪琪琪爸爸，是你！我会用我的方式处理，不过最终未成就你这样粗残。等你想好要怎处理，刘克旋早就被去把查某人的名称定了。总裁，算下来你打算要安怎做？我嘛想要信任你，啊，不过你行为我已经无法度相信。你乌钱和你的情报，佮讲你无想要好好哈，谁会相信啊？你想要享受其人之福，我肯定需要一寡提醒。叶真，下顿的泪，今暗的天晴闪烁，想起你的话，只要平安顺心，就感谢天公伯。爱是因为你，闪经大家花，爱是因为你，闪手关灯。平安顺心，就感谢。